4月16日晚，唐嫣通过微博久违晒自拍照，并为化妆师送上生日祝福，称春楠生日快乐，开心吗？照片中，唐嫣披着栗子色的大波浪卷发，身穿黑白条纹上衣，红唇白皙，笑容甜美，非常的漂亮迷人。身后的化妆师抢镜成功，捧着蛋糕对镜搞怪大笑，看出两人关系很好，友谊非同一般。稍后，化妆师晒和唐嫣合影，并感谢唐嫣的祝福，写道：“开心开心，呜、哦，谢谢最最最好的唐。”就我这种表情，以后显脸大这种事儿让我来。照片中唐嫣一脸甜笑，躲在化妆师身后卖萌，更显甜美可爱。网友看到此久违自拍照后纷纷围观，并留言称：“突然来的自拍，哇，美爆了你！居然为了其他男人发自拍。”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